美大学招生考虑种族政策，川普拟废除。综合媒体三日报道，总统川普计划废除一项鼓励大学在招生时将种族纳入考量的指导方针。纽约时报引述川普政府官员说法指出，川普政府将鼓励美国学校的入学标准不考虑种族 race blind， 此举将推翻前总统奥巴马对于平权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的政策。奥巴马政府鼓励大学在审核入学申请时考虑种族因素，以促进校园多元化。美国最高法院2016年裁定，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考虑学生的种族因素并不违背宪法，但保守派人士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伤害白人和亚裔美国人。赞助商链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川普政府官员主张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指导方针误导了学校，且超越最高法院针对这项议题所做的裁决。外界高度关注的相关案例之一是哈佛大学被控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限制亚裔学生的入学人数。学生公平入学组织称，哈佛实行种族平衡的软配额制度，致使亚裔学生录取人数因人为因素降低，而让一些较不合格的白人、黑人与拉美学生获得入学。哈佛则否认指控，表示该校未涉及歧视。司法部去年对哈佛大学展开调查，以确认其招生过程是否涉及种族歧视。